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400型真空包装机。此款机器配备了一台20升真空泵。这一台有40斤重。然后这台机器可以适合鸡鸭鱼肉、熟食卤料、五谷杂粮、干货、特产、液体酱料、干货茶、茶叶、花茶、五金电子、水果蔬菜、粉末食品，含水含油的新鲜食品、海鲜都没问题，真空效果很好。然后这款真空式的大小是封口为40，然后宽度中间宽度是39，深度是20，内筒跟外壳都是用不锈钢的，所以这个防止美观卫生还防腐蚀，然后此款机器的话对袋子的一个也没有限制，不管是这种铝箔袋还是阴阳袋、平面袋还是米砖袋，还是有带纹路的袋子，机器都可以真空。现在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抽真空效果，刚才等于设置好这个现在参数就可以了，真空时间封口时间可以根据袋子的要求袋子越厚我们调越高，冷却时间出厂设置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演示一下这个鲜鸡、烤鸡，还有一个是猪肉还有这个是秘制鸡翅。这个速度非常快效果也很好，看一下全飞掉了，还有这个全部贴到后边去了。猪肉猪肉这边缘也是很好，效果也是很好。这个秘制鸡翅效果也是很好，你看推不动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新鲜丸子还有一个这个酱料酱料也是可以的，泡椒鸡爪带水分的，抽出来跟操作效果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是香肠操作很简单只要一压摆放好，一压可以了。你看这个效果很好，看看丸子。它们的效果，还有一个是泡椒鸡爪的效果，这个封口效果很好，看一下，是吧？接下来演示一下这个新鲜的鱼看一下，新鲜鱼还有这个母鸡爪香肠豆干。效果很好，看到这个是吧？香肠还是很好，豆干，鸡爪。现在抽一下这个水果蔬菜，
红干货还有淀粉，看一下，看一下效果啊。这个效果很好，希望都被抽扁掉了啊，是吧？蔬菜啊，硬邦邦的蔬菜，面粉、也是硬邦邦的，红枣全背掉了啊。这个机器用完之后，把电源关掉啊，关掉电源。啊，盖上盖子，啊，扣上两边的扣子，然后放好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啊，还有可以直接打服务热线18050887030卢先生。好，谢谢大家。